我现在喝啤酒是不是这个麦道没问题了？哎呀，少喝点酒吧。我喝的很少。喝酒容易心性散乱。第一是心性散乱，第二呢，单说麻醉自己是个好东西，好东西了，但是容易心散，慢慢沉静下来，让自己拥有智慧，用智慧去解决自己所有的烦恼跟问题，而不是依赖酒精，知道吧？而且喝一点酒那点得意呀、啊，然后那点这样嘛、啊。就是，哎呀，这还写的自己就是有点道行的那种，就喝一点酒就那样的。很多人，修行人都那样，不是光说他。我上着我上一方面是你，是不是修行人？人家喝点酒还是附录风雅嘛，就雅嘛，就我品酒，人家不叫喝酒。东北爷们儿呢，喝酒是干，就是那喝酒就是说汉子爷们儿，哎呀苦闷啊，然后哈咣咣咣干了，哎呀一瓶再拿一瓶再上，才爷们儿，东北爷们儿，然后喝酒，喝完了爷们儿全醉下，全趴在那不动，啥问题也没解决，喝完了声嘶力竭的骂娘，骂祖宗，然后骂日本人。然后小日本，然后哭发泄，哎呀，然后呢，我良心不安啊，愧对中国人啊，都是心不安那样发泄的，然后谁能要喝酒？不是你挺好的，你们那些就像以前那些白领阶层，都是那样的，拿着一杯酒啊，还什么什么，还开什么会。一个人打着脚，感觉好像自己已经进入了上流社会，然后呢，也穿着那高雅那个西装，那种领带一打，然后高雅，然后一蹦是卖电脑，不好意思，不是上流社会的高雅，真不是那样的，你知道。那真的是不是你拿着红酒，那这走在拿着什么鸡尾酒在那个，就那样的，真的。所以越来越你能看清楚，看清楚了，上流社会高雅也没啥。哎呀，脱了衣服真的是啥也不是，眉毛都裸出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所以所有的东西你看了，你俯视的时候都没啥，你也就不搞笑了。不搞笑也不让自己搞笑。还有一种人就是心无挂碍的人很强大，就是佛弟子。佛弟子心无挂碍，无所谓富有，但是他走在街上，你看他那种魅力，真的是你看那种佛陀那会儿化缘的那些阿罗汉弟子拖着钵，那种威武，真的是穿行在人群里，那你远远就看见不一样，他的那种威仪呀、啊，他不是说他故意的，是他那种脱俗的那种超然脱。那所有的俗人一往他旁边站就比出来了，你不比还看不出来，别人一往他旁边陪衬，你就看见别人的俗气了。他拖着钵，我就是化缘的，真的是就是个七士啊，拖着那个钵，他不用说，当别人看见他的时候，真的想往他钵里放点东西，因为觉得，而且还觉得他让他放是恩惠，真的，你有那种感觉，就是觉得人家活的真的是利落洒脱，活的清净啊。我们这活的真的是好好，两个人我就活成这样，你就活成那样，然后他拖着脖子走过去，一瞧见就会这样给他往进放。阿罗汉正果位，人中第一嘛，他靠什么来的？没有牵挂，心里清净，完全没有牵挂，就很干净的走在街上，干净啊，修行内外的那种清净，那也很伟大，很强大，没有人击败得了他。那种强大而且很自在，但是呢，有权势的人也很富有，富可敌国的人也很强大，很强大，真的是，也会觉得坐在这儿腰杆挺得很硬，要就是腰粗嘛，就是财大气粗嘛，财真的财富的话气粗，但是他那种是有心虚的，你知道，尤其他的财富如果怎么样的话，他又是有一个生意做得不好，他有时候心虚，而且很容易被绑架，很容易丢，因为他那个东西是很容易丢的，就是财富会失去的，而且很容易被后边
财大气粗的时候，一出门得带十个保镖，人家阿罗汉弟子就一个人拖着拖出去了，他得带二十个保镖，他就越房子的弄成碉堡，是吧？建房子的弄成碉堡，怕嘛。所以不知道自在还是不自在，但很强大，也很强大，确实人家一句话强大。嗯，坐在那儿是那种气也能出来。嗯，就显得你坐在人家旁边就是贫穷，穷溜溜的，因为人家财大气粗嘛，怎么粗你就是穷，显得。然后但是他就是怕，恐惧。恐惧失去，然后恐惧自己因为那些钱被暗杀了，被杀了，就是那种成了负担，就活得哎呀还不自在，真的不自在。有权势的人也挺强大，就像皇帝一样，是别人的生杀大权掌握在他手里，但是他总有一天会被别人赶下去，因为那种降服是来自于人家怕他的权势，不是怕他，是不是？迟早有一天会算计了他。把他赶下去，他坐上去，皇帝轮流坐嘛，就那种。但是佛陀的强大是来自于自己的无欲那种，所以很多人是自发的，愿意给他玻璃放，那也叫强大。强者呢，就是你都是强者，他你知道用佛口给你制定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他的那种对弟子的那种摄受力，你就因为他的正量你也得见。他说你就不能，我弟子就不能喝酒，你就不喝，你做他弟子就不要喝，不要想种种理由，说是哎呀这个酒其实对身体没啥坏处呢，有时候气血循环啊，道教为啥就不戒酒啊，人家道教就大药吃啊，人家疏通经络啊，怎么的，那就说明天你真的把酒当药吃也没问题，但是上道有二条，就五条戒律，你还有一条还想小子就说来说去的，哎呀，说啥呢？人做人理理落落，戒就戒了。我就是把酒当药吃的嘛，是吧？问题是这样，不对，老师，他们看到我喝那啤酒啊，就这么小杯，你说补的话，就这么一点点。嗯，就我认识那个道长，他说你喝这么一点点，不让喝多的。他不是说你随性喝的，他说你只喝这一点点。但是药酒啊，或者身体说真的是苦闷，也把当酒都可以当药。就是大乘道的话，他真的是不舍一法的，反正都是说。但是你真的是个大乘菩萨了，真的是有点，我随时可以怀疑你的。真的发菩提心了吗？真的要出离吗？真的是要利益众生吗？真的为了利益众生在做事吗？你真的是，如果是舍己度他了，舍了就舍了，我都不成道了，先让你们成，那就你喝吧，知道吧？我不成道了，我为了你大家成道，我喝，知道吗？成破了就破了，那都这样子，那就是大乘菩萨。我已经喝了，还是为你做事，还是为你，又不是为我们，是吧？算了，要绝招的。哎，不过大家现在都挺好的修的，不过最起码我觉得发心都还挺正的，都是有时候是没力量发的那个心，但还发，经常发。也说哎呀，我要解济天下，我要利益众生啊，还有这种都，反正我们到了经常喊的口号了，这就常喊，要利益众生，解济天下。我们内心是有摩尼珠的，我们内心是富有的，我们本来就是佛，这是我们道场的口号。喊一下，但这都是正直界啊，就这样喊不怕的，总有一天会达成的。最起码就小学一年级的树立我要当什么什么那种志向嘛，最起码的喊出来，然后就是上课听讲的时候全留好，然后我要当什么当什么，然后学习的时候作业能不能少一点，做不住啊，烦啊。